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关注2018年世界举重锦标赛。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女子55公斤级 A 组的比赛。首先出场的这是波兰老将诺瓦斯卡。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依然是我和庞高兴指导为大家解说评论。庞指导你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这诺瓦斯卡也是88年出生的，今年呢整整30岁了。对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本届世锦赛上可能只有日本的三宅宏美年龄比他大。对，那是85年的。对，三宅宏美85年的。对。嗯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55公斤级，这是国际举联自今年7月6号调整的新级别。那么在这个级别比赛当中呢，可以这么说，有的是从原来女子53公斤级晋升到这个级别。对，这诺瓦斯卡就是。对，嗯，她是以前一直是在53。有的是从女子的58公斤级下到这个级别。我们今天呢，中国选手是派出了2位。原来都是53公斤级的选手，是来自广东的厉亚军和张婉琼。这是朝鲜的李素云。这场比赛呢，从前面的报名情况来看，以及包括今天预报的开把阵容来看，争夺的将会十分激烈。嗯，这里边有泰国的选手，这是从58公斤级下到这个级别。嗯，这个选手呢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58公斤级的冠军，当时抓举110挺举1:3总成绩是240。嗯，今天的预报开把重量抓举是105。嗯，这把给了2盏红灯。对，刚才有2盏红灯判了失败。那么有前世界冠军他的战斗的选手若尔菲亚，嗯，他的原来预报的成绩是221，泰国选手是225，中国的两位选手预报的这个成绩啊是220。所以说这个级别的更改呢，对于中国选手相对来讲是不太有利，因为对于厉亚军和张婉琼本身体重就不大。今天我们看到泰国选手的开把重量，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改变，如果不改变的话，开把重量抓举和挺举都超过了国际举联制定的新的世界标准。那么在今天抓举比赛当中的中国选手厉亚军是97公斤开把，张婉琼是96公斤开把。这两位选手啊，应该讲在以往比赛当中呢，抓举都是比较强项。厉亚军曾经抓举过101。那么张婉琼呢，是抓举最好是102。厉亚军也抓过104。这比赛刚刚开始，就好几个选手就开始纷纷的改重量了。对，嗯，对，这一会儿功夫，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比耶娃还有哈萨克斯坦的佐尔菲亚都改了，今天都已经改到90了。对，原来是预报是88。八十八。对。那么现在杠铃重量已经到90了，到90的话，现在要出场的是图曼斯坦的东道主选手谢姆托娃。这次呢，世界举重锦标赛是在图曼斯坦的首都是哈巴德举行。谢米托娃呢，这是93年5月25号出生的选手。今年的雅加达亚运会，当时是参加53的比赛，拿了一枚银牌。啊，不错。这几天阿斯哈巴德就像过节一样啊，几乎每一场比赛，甚至 B 组、C 组的比赛都是座无虚席。对，包括开幕式，嗯，整个体育馆也是座无虚席。啊，这个姑娘去年的世锦赛也是拿了世锦赛的银牌，当时抓91挺113，总成绩204。
成绩确实不是太高啊，啊当然是五十三，是五十三才、嗯。当时参加是五十三公斤级的比赛。嗯应该讲呢，2017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整体来讲成绩并不是很高。对，一个是奥运会之后的调整年，另外呢一些国家没有参加，还很多没有参加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锦赛冠军索尔菲亚，这也是时隔4年之后重新复出啊。对，索尔菲亚应该讲这个选手平局的实力会更强一些。对，他最早是在200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就获得女子53公斤级的挺举的金牌。对，哦，不错，应该说在今天这个实力选手的预报重量当中呢，索尔菲亚是排在第二，是220公斤。这个选手如果抓取发挥水平的话，挺举还是很有实力。今天预报的开把重量是挺举是120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纳比耶娃，纳比耶娃刚才也是定的88的开把，结果加了2公斤。应该说今天出场的选手成功率也不错。嗯，对。比赛就是这样，比顺了大家都顺。我们前面比赛也多次介绍，这次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也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一次计分赛，并且这个积分呢是很高的，按照他现在制定的标准的这个系数是1.1，也就是说参加这个又叫金牌赛事。所以呢这次参赛国家和地区包括一年是也应该说是以往最多之一了。来看一下波兰选手乔安娜，这把只加了2公斤。哎呦，他应该是不存在这个体重的问题，他以前是53公斤的，那么现在打55。对，应该说报名在女子的10个级别当中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55公斤是报名人数排在就是第二名，最多的是女子64，52人，这个级别有43名选手。哇，应该说还是比较多，分成4个组。分成4个组。这次女队员呢共有283人参赛。中国在这个级别上派出了2名选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亚军。应该讲李亚军呢也参加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，当时非常可惜啊，丢掉了这枚金牌。今天李亚军的开把重量是97公斤，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李亚军抓举最好个人成绩达到过104。李亚军刚才那把杠铃是45公斤。就是今天应该正常来讲呢，是在中国两位选手和泰国以及哈萨克的选手这4位选手当中呢，应该讲是在这个级别当今天晚上奖牌和好名次的争夺者。这个级别今天现在定的世界标准是99公斤，我想今天正常的情况下，中国两位选手都有可能打破。
破这个世界纪录。对，波兰选手查纳也是完成了抓举比赛，成绩不是很高，但是作为一名30岁的老将啊，能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也确实非常不容易了。另外我们在讲这次从现在来看，包括我看了一下秩序测评，在整个的 A 组比赛当中的所有运动员几乎没有00后的，都是90至00前，就94、95。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举重选手的运动寿命在逐渐的增长，并且将取得好成绩的年龄，可能年轻选手还要对需要一点。像当年龙庆泉，2018年不到18周岁吧，当时好像不到18周岁，对，就能拿奥运冠军，这种情况太少见了。少见，因为我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经常提到龙庆泉的时候，会总这样讲，小龙是个举重天才。对，应该说2016年再次复出，又获得了金牌。现在出场的朝鲜选手最后一把试举，应该说这个选手从这个平举预报来看，今天是118公斤开把，应该是比较高的。朝鲜选手大多数人来讲，他的挺举要好于他的抓举。不过今天呢，在女子的49公斤比赛当中，他们的选手在抓举当中没有成绩。成功率不高，这也是朝鲜选手一贯的一个特点。马上出场的就是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兰多尔西。兰多尔西的开把重量93公斤。兰多尔西呢是98年5月5号出生的选手，今年呢也参加了上半年的这个世青赛。当时世青赛上他是参加的是58公斤级的比赛，获得了世青赛的总成绩的银牌。应该讲呢，今年的世青赛上才做出更改级别的7月6号。所以这次呢，世界锦标赛确实和以往比赛有很大的区别。首先是新调整的基准，对，另外呢，这就是奥运会的积分赛，同时这是叫一个金牌赛事。东道主选手谢里托娃，这次比赛是在他们的首都阿什哈巴德，并且整个的赛事呢是在2017年的亚洲史密运动会的场馆当中进行的。好的，应该讲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他2017年世锦赛的抓举成绩，当时抓举是91，是获得了女子53公斤级的一枚银牌。这应该都是亲友团啊。我们来看索尔菲亚，加的不多，3公斤。因为看这个索尔菲亚现在这个抓举比以前要稳多了，对，稳多了。就他的抓举很难超过
95班以前的比赛，但他体脂距离130，对，他曾经保持着女子53公斤体脂的世界纪录。罗马尼亚选手伊乌克里斯纳，这个选手也是改过了两次国籍了，曾经代表阿塞拜疆打过比赛，还代表还有哪一个国家的，这现在是加入罗马尼亚国籍已经是第三次了。是97公斤开法，张婉琼96公斤开法。今天厉亚军的签号是1号，张婉琼是3号。现在应该讲，就只有中国的两位选手和哈萨克斯坦选手没有出场。从目前场上的情况来看呢，确实，在其他选手可能基本举完情况下，这三位选手才能出场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比耶娃，第二次94。好的，就差一点带过了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他可能第三把会加到96和97。今天女子55公斤级比赛的选手，整个的成功率还是很高，所以说比赛进展的非常顺利，连续失局的选手几乎没有到现在。现在张曼斯坦选手的最后一把数是95，加了2公斤。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只要是开放的这一侧的这个座位区域，几乎都是坐满了。对，因为它是场馆本身有两面几乎不能坐人。对，因为那边要把它变成这个运动员的热身区。这是库兹马斯坦选手的最后一把试试95，他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加几输91，获得一枚总成绩的银牌。带起了，哎呀，高度不够，高度太欠缺一点。这样的话今天也还不错，三把成过2把，对，93公斤。哦，今天我们看这个索菲亚加重了，确实是15公斤。当中我们也多次介绍，这次比赛应该说一年驻地比这训练馆和比赛馆都比较近，走路也就10分钟左右。现在佐尔菲亚最后一把试举95公斤。哎，还真是，确实到了95这儿有点费劲了。对。这个抓举和挺举还真是有所不同，它不仅仅是体能和力量的问题，还是有一定的技术。这是泰国选手
菲利斯拉特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58公斤级的冠军。对，今天应该说他是捡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。对，从报名成绩来看也是这样。对，我们看其他选手立下半，原来预报的95全改成96，这样的中国选手张婉晴要出场了。我还感觉还自己有点，就我刚才想再说，这些选手有可能去变化自己的重量。我不知道张婉晴是否做好准备，因为张婉晴呢，个人以前最好的抓举成绩呢是在2014年的亚运会上是102。好的，好的，漂亮。张婉晴是来自广东的一个选手，他也参加了2014年的亚运会，当时是获得了第三名，抓举102。现在应该讲呢，这个级别变化以后啊，争夺的确实很激烈。按照以往比赛来讲，这个像李亚军啊、张婉晴这个在95公斤抓举完了，几乎是没有什么选手了。现在今天来看，还有三位选手，有一位选手还没有出场。好，来看一下突尼斯的兰多尔斯，第二把96公斤。哎呀，他这个动作有变形，带铃带起来之后，两只手一高一低。张婉晴还有两次试举，突尼斯选手一把试举，罗马尼亚选手啊94加到了98，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。罗马尼亚斯坦选手他把96又改成了97了，这样呢，利亚军马上也这把之后就应该出场了。对了，突尼斯选手举完这个重量就要出场，兰多尔斯之后他就该出了。我们要看到突尼斯选手更不能改重量，更改重量那就该利亚军出场了。你看改了，改了，他真改了，改了，这样的利亚军要出场，所以说这个后场一定要紧密观察其他选手的变化情况。兰多尔斯给自己又加了一公斤，也是加到97，他96没起来，直接加到97。这样的话也是避免连续试举。对，利亚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，以往国内的比赛是最好104公斤，就是在2016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创造的。他在里约奥运会上当时实际是抓101公斤。对，漂亮，相当的稳啊。对，中国两个选手的出场，第一次试举确确实实非常稳定。我们看到刚才席上啊，中国队的其他队员和教练，邓慧杰也是蒋慧花的教练。对，现在场上有六位选手，其中中国两位选手。这是罗马尼亚选手的第二把试举，97公斤，伊沃克里斯蒂娜。对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个选手呢，在最早的时候，就是2012年之前，都是代表这个摩尔多瓦参赛的。那后来呢，又加入了这个阿塞拜疆国籍。那么再后来，又现在加入了罗马尼亚国籍，现在代表罗马尼亚比赛。应该是今天的抓举还不错，现在已经94开把，97成功了。这姑娘也以前代表摩尔多瓦的时候，曾经拿过欧锦赛的冠军。欧锦赛，摩尔多瓦？哎，对，那不是这，那这不是摩尔多瓦。
我们看中国选手李亚军呢，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了100，赵婉晴是加到了99。我们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98。好的，稳住！哎呀，真的不容易这次，成功了。就是在96公斤没起来情况下加了1公斤，在非常吃力的情况下呢，顽强的站了起来。这个级别呢，现在目前国际举联定的抓举的世界标准是99公斤。现在呢，中国选手李亚军已经加到了100公斤，如果举起的重量将打破女子55公斤抓举的世界纪录。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最后一把试举，98公斤。三把成功。对，现在应该说场上主场的选手试举只有7把，没有成功，7把都不成功的，成功率还是很高的。对。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凭借着98成功排在抓举的第一位，中国李亚军97排在第二。叫尤克里斯纳把自己的最后一把从98改成了99，这样的话张婉晴要先举。对，你几次看张婉晴都是别的选手更加的重量。后场的斯林斯拉特，你看他依然没有更改和变化自己的具体开把重量。现在中国选手张婉晴第二次试举99公斤，这个99公斤呢，目前也是国际举联制定的女子55公斤的抓举的世界标准。如果她起来这个重量，只能叫平。这个标准带起来，带好。好的，今天中国举重两位选手出场，表现得非常稳定。对，实际呢，这个成绩呢，也基本上把自己的训练水平表现出来。今天要讲在前两个级别比赛当中呢，中国选手虽然没有拿到金牌，但是都是把自己的训练水平不仅发挥出来，甚至超发挥出来。因为这次比赛呢，主要还是奥运计分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求稳为主。对，因为这时候啊，对于我们来讲，稳稳的拿到所有能拿到奥运积分，这是最关键的。那你看那个罗马亚选手又将重量加到了100，对，他又改又加1公斤。现在呢是中国选手李亚军出场了，是100公斤，他举起这个重量将打破女子55公斤抓举的世界纪录。今天应该说蒋桂花、侯志慧都分别打破过女子49公斤级的总成绩的世界纪录。好，李亚军100公斤。带好，漂亮。有了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现在在屏幕上这个抓举的世界纪录就有了，是一把就加起了李亚军的名字了。现在呢，等于说这是李亚军打破了女子55公斤级抓举的世界纪录，但是这个比赛呢还正在进行当中。
但是罗马尼亚选手如果他不更改重量，他依然举一百，他的名次依然是排在利亚金之后。对，我刚才又查了一下，这个选手确实在最早的时候是摩尔多瓦国籍，但是他怎么能参加欧锦赛参加这么多次呢？他是不是以前你不说是阿塞拜疆选手？他是从国籍是先是摩尔多瓦，然后是阿塞拜疆，哦，最后是罗马尼亚。好，现在应该说场上还剩下五把棋子，其中呢中国两位选手各一把。参加选手呢，泰国选手也降了，也由原来预报的105降到101。他没有必要上来105那么狠，我想呢，这也是战术。对，我先要一个高的那个重量在这吊着你们。那你现在的话，张婉琼，你李亚军举起100，他肯定是101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张婉琼加到101，李亚军加到102，我看看张婉琼到底将来，如果他举起这个重量，我想张婉琼也应该加到，也应该加102。对，因为这个差距不大，只有2公斤，因为99加到101嘛。真是轻松啊！确实有实力，确实有实力。对，在女奥会上参加是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，当时的抓举成绩是101。那这样呢，是纪录刚刚创造，李亚军创造的世界纪录100公斤，被泰国选手打破101。这就是柳宁教练。哦，张婉琼没有更改吗？依然是在101、啊、现在暂时还是没有更改，101，而且已经开始走表啊，出来了，不改了，只加了2公斤。嗯，好的，漂亮。嗯，我估计他感觉很遗憾，这个可以再加1公斤啊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99到101，实际是才加了2公斤。哎，正好如果是你取102呢，首先当然这个不一定还是到最后的成绩，至少是先赢了泰国选手。不过这101呢，对张婉琼来讲已经是也是在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一了。以往的个人比赛最好是102，所以今天表现也非常对优越优秀。好，李亚军102，最后一把试举102。漂亮，漂亮！3次试举，3次成功。那现在这样的话，连世界纪录又改了，变成了李亚军的102了。两盏红灯啊！两盏红灯，确实，他为什么没走呢？他一再看，他一个肘关节稍有一点点，哦，稍有一点。你看他的左肘。因为我刚才没有看屏幕，我是在看现场。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啊，确实有一点，有一点点，很遗憾。嗯，有点可惜。嗯。我看了，现在呢，仲裁也把他们招过去了。嗯。因为举重比赛呢，没有申诉这个过程。对。只有仲裁有这个权限可以更改。其实要这么看，确实不明显。不明显。我们看，我们等待着仲裁是否能改判这个重量。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仲裁如果想改这个结果。他好像必须5个人同时摁下去。对，哎，那就是说现在呢，改了，应该可能是改了。成功了。哦，好的，成功改判了，改判成功了。对对对，这种情况下必须是5位仲裁同时摁下白键，哎，就认为这把是成功的。结果3个裁判。制裁裁判，两红一白，对，这5个
仲裁同时摁，这个才可以有权利去改这个。对，五个仲裁当中有一个给了也摁了红，那这个改不了了。对，好，现在场上还剩下泰国选手的最后两码试举，他降重量也改到了103。对啊，他肯定没必要105啊，他刚才要105在那放着。哎，屏幕上错了吧？屏幕上写的104，不对，是103啊。103，刚才应该是字幕员上字幕上错了，对，转播画面当中上错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厉亚军是排在第一，张婉晴是排在第三。对。还是比较稳的，还是挺稳。对，腰松了一下，好在控制住了。对。这样的话，这记录马上又改写了。对。这样呢，中国选手是获得了，目前是获得了抓举的银牌和铜牌。对，泰国选手获得金牌，并且呢，打破了厉亚军刚刚打破的102公斤的抓举世界纪录。确实是一次高水平的比赛。对，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，能够超100公斤的选手只有中国选手。他还有最后一把，我们看看他怎么样。我想他还是肯定要要的，因为这把举完了，还有关键有停举，为了还有总成绩呢。我估计要加105了。对，宣布了105。目前来看，通过今天的三场比赛，中国派出了6位选手，都是获得了第二和第三。当然，这个比赛停止还没有进行。但是我们的选手应该说已经把自己的比赛发挥到极致了，应该说都展现出来了。对，李亚军最好以往的2016年的时候，在全国比赛104，现在今天表现102，张婉晴的101。应该说几乎把自己的以往比赛最好成绩发挥了出来。以往的世界纪录女子游三才103公斤。对。漂亮，确实是有实力啊。对，确实有实力。这样的话，斯里斯瓦特是105公斤的成绩获得了抓举的金牌。好，我们稍事休息之后，继续为您带来平局比赛，稍后见。三把球，但是三把球。